这边他叫你写出来 algebraic expression， 他说 subtract 13 from x 的时候，就是说从 x 减 13， 所以就是 x 减 13 呢，所以 subtract 5 from q 的时候是 9 q 减 5 咯，然后 the sum of x 跟 3x 减 x 的时候，就是说我要找它 sum 就是 x 加 3x 减 2，x 加 3x 减 2， 然后它会变成 4x 减 2，所以它的这个 sum of y 的那个 5y 减 3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y 加 5y 然后减 3， 然后所以它就会变成 6y 减 3， 然后在这一边它要的是周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对面的号码抄过来 ，OK， 然后过后呢，我要找它的周长的时候 ，perimeter 是它的周长。 所以 我要找周长的时候，我就 3x 加 3x 加 2 加 2， 所以它会变成 6x 加 4， 然后这一边它就 5y， 这边也是 5y， 这边是 3， 这边也是 3， 所以我的那个 perimeter 呢就会变成 5y 加 5y 加 3 加 3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 10y 加 6， 然后挂弧写单位 cm。 OK， 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算的时候我们不写单位，然后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才来写单位。 OK。